年轻时代的消费形态更趋向个人品味的展现，乐于投资质感好物来宠爱自己，就连家电都要追求时尚美型。知名的日系品牌发表各式风格新颖的春季新品，为年轻世代创造潮风上的美好生活，展现了科技设计趋势的力量。时尚风格开场走秀，由模特儿带出知名日系品牌潮风上春季新品，艺人吴仪佩也受邀到场分享体验心得，强调洗烘衣机等家电功能是首选，外观也很重要。日本革新技术离心净水洗科技，在洗衣服的同时也净化水质，洗得更安心。 Heat Pump 热棒除湿式烘干科技采用温风烘干，细心呵护，不伤衣料，全镜面外观设计，让家电成为居家的时尚摆设，展现个人品味。为了满足年轻世代对居家生活品味的追求，品牌持续研发效率和美感兼具的智慧家电，除了堆叠式滚筒洗烘衣机，男性朋友日常使用的电弧刀也突破传统印象，更小更有型。选用手感温润的 Nagori 海洋矿物精粹材质，打造独一无二天然石纹外观。另外，全新三枚刃电弧刀搭载 Slider Touch 功能，只要轻松滑动手指就能灵活操作，同时支援 Type-C 快速充电，随时随地都方便使用。而居家必备的清洁小帮手，吸尘器轻巧机身自动集成，搭载微尘感知灯号显示，干净一目了然。时尚风格新家电趋势，替年轻世代创造质感新生活。